其实刚才远端可以传一传啊，柯钊向前趟了一步，随后的传中球，这个球传的过于，哎呦，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失误。张冲已经把球扑下来的情况之下，是出现了脱手啊！我就说今天感觉张冲啊，前面的感觉都不对，这球都拿住了，脱手。我们待会儿通过慢动作的回放再来看一看刚才到底发生。边路的传中，球过来，张冲稳稳的把球拿住了。哎，第一下已经抱住了，但是没想到球是从他的中间直接漏了下来。你这个机会，里卡多岂能放过啊？没错。还是没有把这个球给抱实。这样的话，河南建业在客场暂时张外龙是喜出望外啊，他也没想到这个球会得来全不费功夫啊。没错。